自从和你再次相遇以后，我每天过得都很开心。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好歹穿个私服，所以说我还是麻烦。所以你愿意吗？哼。他就像老天爷派来的天使。你在干嘛？在亲亲。在我最难过的时候出现。我真的很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最美好。